跳出嚟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嘅馬咧見到中間位置，咁啊有紅帽嘅明津之星啦，響出邊粉紅三仲有紅旗星象，中間金剛之星埋邊藍眼就黑衫大師級啊，第五位咧藍衫仲有馬友冠內蘭，第六咧仲有維港奔流啊，咁啊白衫第七位志在人生內蘭紅星，尾五到啦，再入邊有神州寶區、京京千里尾三，尾夢幻仙子啊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馬咧暫時係嗰只咧美麗甜心嚟噶，好啦，對面直路中尾段，咁啊明津之星放咗出嚟咧就慢慢拖啦。 咁啊拍住佢咧，有紅旗星象喎。再見到第三位就大師級，第四位金剛之星啊。第五位內欄咧，仲有呢只維港奔流啦。拍住出邊藍衫第六位，仲有馬友冠啊。後啲嘅馬志在人生啦，內欄紅星啦，後邊四隻就京京千里神州寶區。尾二夢幻仙子包尾咧，咁啊粉紅眼罩嗰只就美麗甜心攝入邊啊。好啦，正仲有直路啦，明津之星就已經將紅旗星象擺脱咗添啦。咁啊見到後邊嘅馬友大師級慢慢上啲，外邊追有馬友冠啦。咁啊再喺外邊上緊嚟，有志在人生馬林中間啊，紅星嗰啲馬最後 八零米明津之星仲系占先啊，但系外边嘅马友冠上得劲，中间仲有呢大师级上紧嚟，接近终点第一名咧系嗰只大师级啊，第二名外边马友冠都杀埋上嚟，埋边明津之星啊，咁啊结果呢只大师级。 咁啊，就算咧，咁啊，縮情佢都咬到前呢個位置咧，可能就贏到呢啲啦。外邊二號嘅馬友冠追緊上嚟，入邊明津之星跑第四名，係嗰只紅旗星象啊。數的控海仔贏馬，大師級跑第二名就四拖檔六場三班一千直路大熱六啊十四檔。 好，一開集魅影楊飛大武士少少跳啊慢咗啊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間海船來啦，入邊精靈勇士想走上嚟噶啦，中間街景福星外欄咧，白衫紅袖就係嗰只無敵勇士啊，咁啊入邊大有第五位四條煙啦，最入仲有隻加州神箭啊黃帽嘅，馬林中間六三咁啊仲有呢只大純威啦，再後邊馬閃耀榮光啦，馬林中間白三咁啊仲有呢只大武士啊，後啲先嗰啲精算八方外欄大約尾四到啦，中間有你支贏啊魅影楊飛啊，咁啊同埋呢只楊凡順風包咗落。 尾嘅馬咧就係嗰只有型有福啊！好啦，一半有多，前面佔先係無敵勇士啊！哇，嗰只精靈勇士係咁走入去內市嘛，咁啊，但係都仲有勢嘅，響入邊街景福星上緊嚟，再入邊仲有加州神箭啦，馬林中間仲有海船來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透出仲係呢只無敵勇士，埋邊街景福星一路上嚟，埋邊街景福星咁啊一路壓住咗無敵勝勝勇士，收敵紅正翻場，街景福星贏，跑第二名無敵勇士，第三名嘅馬。 加州神箭第四名海船来啊，咁啊一队都系一啲后生当起嘅马，奄完1000上1200都赢，缩翻落1000又赢，无敌勇士第二，抛甩咗噶啦，后边第三加州神箭第四海船来，升上嚟三班跑翻1000，苏迪红。 好，你一開集嘅時候啊，咁啊12馬慢咗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天字堡打佢一邊添啊，咁啊佔先咗噶啦，搶埋欄啊，清心星第二位啊，咁啊第三位外邊有軍炮啦，咁啊出邊藍衫咧，得益良多過埋佢啊，咁啊再見到內欄第五位咧，仲有非凡魅力，中檔第六位咧，咁啊仲有大聚會啊，內欄第七位咁啊粉紅衫咧就首飾傳奇拍住出邊仲有12馬，後邊嗰四隻馬銀亮之星響尾四啊，尾三橋軍尾二豪月千里暫時包尾咧就嗰只甜酒杯嚟嘅，好啦，對面直路尾段。 得益良多放埋出嚟跑添啊！天字堡跟住佢，外边黄衫黄帽就系清心星，亦都进占第二位咯。天字堡第三，第四位嘅马出边有大聚会，内栏第五白衫白帽非凡魅力啊！12马咧咁啊，慢慢进占第六位，攞埋出去噶啦。后啲先见到咧等内栏，粉红衫首饰传奇啦，中外档追啲，仲有只银亮之星啊！好啦，最后直路得益良多透出啊，清心星就开始追佢噶啦。咁再见到响中间位置上有12马，中档仲有非凡魅力，亦都。 上紧嚟啊！最后百零米，清心星啊，已经透出咗，原栏追上嚟嘅首饰传奇，外边乔军啊，一路斜跑一路上，乔军外边咧冚晒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系嗰只清心星啊，咁啊至于第三名咧，咁啊有非凡魅力啊，机会高啲啦，首饰传奇啊跑第四啊，咁啊见到呢只乔军行圈又唔规矩啊，咁啊跑嘅时候咧一路斜跑，有少少侧起个头，苏迪雄整翻场，乔军。 乔军一加眼罩，哇！喺大外档逢马过马，一支独秀大二九。
好一開閘的時候前面快啲嘅馬咧，見到中外檔有雷工作啦，追出傳奇啊，埋邊綠色衫紅帽係發財福星啊，內欄第四仲係熱血鬥士啦，中間第五咧就紅粉彩影啊，出邊第六位七號嗰只就歡樂小子啦，涉內欄紅黑直間三啊神州寶區啦，咁啊殿後嗰幾隻馬，尾四位置係永益善啊，尾三噴火龍，尾二咧就南莊家寶啊，暫時包尾係嗰只一炮成名嚟噶，好啦，過呢個千二米段處啦，雷工作就貼欄放頭嘅，咁啊傳奇跟住第二啊。內欄第三位仲係熱血鬥士啊，第四位嘅馬咧就係六三紅帽發財福星啊，再見到第五位走緊二搭咧就係紅粉彩影啦，內欄第六位紅黑直間心神州寶區，後邊嗰五匹馬歡樂小子啦，尾四紅眼罩永益善啊，後邊三隻噴火龍啦，咁啊南莊家寶啦，暫時包尾走咗出去二搭外邊嗰只咧就係一炮成名嚟噶，好啦，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啊，前面都冇乜喐動噶啦，雷公作仲係順放噶，咁啊傳奇跟住佢啦，內欄第三熱血鬥士啊，咁啊今場跟前咗好多啊，咁啊跟守住第四位嘅馬，仲有發財福星啦，外邊進佔第五，一炮成名啊！內欄紅黑直間三神州寶區啦，騰咗來尾五紅粉彩影啊！內欄紅眼罩尾四永益線啦，後啲先見到南莊家寶啦，掟出去嘅馬有歡樂小子同埋噴火龍啊！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就熱血鬥士已經順利透出咗噶啦，埋邊雷公作啦，咁啊再見到中檔神州寶區亦都上緊，外邊上緊嚟嘅馬，咁啊有一炮成名啦，最出嗰邊仲有歡樂小子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熱血鬥士佔先，神州寶區逐步逼近，神州寶區一路追緊呢只熱血鬥士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！咁啊，外邊位置神州寶區入邊係熱血鬥士啊！咁啊，睇下蘇迪紅有冇機會起到個馬啦。八號係神州寶區，一號入邊係熱血鬥士，咁啊，外邊追上嚟跑第三名嘅馬咧，咁啊有一炮成名，第四名係南莊家寶啊！叮噹碼頭，蘇迪紅起個馬，神州寶區。全程首個位都好靚，但係只一都係一絕啊！各位熱血鬥士，睇嚟第二啊，第三啊一炮成名，第四南莊家寶。